我是一个浙江古城江畔的新的乡下姑娘，一届两年龄。当我出生六年时，故乡的山已经伟大的朝鲜西面的古地，故乡的水已经翻滚着朝鲜西面的牛力。当我刚懂事的时，只要听到朝鲜西面的古地，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当我听到朝鲜西面的唱腔，我情不自禁就会唱起来。大家都也是盼古戏，我呢，我盼戏班出来唱戏。对我来讲，看戏是个节。水土一方戏，一方人爱一方戏。齐玉兰从小爱听爱看绍兴戏，不论路近路远，十里八里，不论桥少桥多，十座八座，哪里有戏就到哪里。齐玉兰是个小戏迷，她祖母是个老戏迷。有土有水，种子必定能生根发芽。齐玉兰迷恋绍兴戏，毕业今年，在他的心中逐渐形成了一方净土。而那悲欢离合的戏文，优美动听的音乐，本是艺术的种子。种子落净土，一阵春风一阵雨，生下根，冒出芽。齐玉兰终于成了一代越剧表演艺术家。他生根在故乡土，开花在上海城。岁月漫漫，乡情难忘。92年的秋天，他带着一片深情，向故乡的亲人做了一次回乡义演，了去了他60年的心愿。一棵树上没有相同的叶子，每个艺人各自有不同的协议原因。齐玉兰从小不愁身上山口中食，为什么要少小离家前去学艺唱戏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我喜欢唱戏。那是乡下好男不当兵，好女不唱戏。我也是自家当孙女，母亲哪里用我去唱戏呢？唱戏唱啥个戏啦？唱戏个人喝个空心杯，吃个狼胃块，住祠堂，困庙宇，还不像叫花子。其实做叫花子我还要去唱戏。人只要有志气，唱戏有啥不好？我喜欢看戏，越来喜欢唱戏，越来去唱戏不是蛮好，侬让伊去吧。祖母支持我，父亲不得已，只好送我到深定县第一个越剧快板东岸舞台去学习。老祖母懂得少年立志不容易，也懂得志不可夺的道理，一锤定音。从此，齐家出了个唱戏的，越剧却添了个表演艺术家。这是一条小路，将它引向艺术世界的金光大道，施展才华的无限空间。
闻心上香，是谁叫十字旁今日头站同为帮，又在此不奈空空为姚门之王，为何与乱中遇计呀？哦，是了，平日娘子丢马，这天气凛风起荡，鼻孔洞外千斤地。因此上接他为去相迎王，娘子娘子，你既要为到相夫君，也应该明目为了你这位将，不对呀，像我娘子立之间，这银子不能无名官臣王，他的马也能接他同为父，像我娘子乃官将之余千金之体，应长一生就这样的变化，这乃中于计吗？莫非他另有心怀？
为呀、啊？我娘子平日是严的女，我这人平白无故去冤枉她。哎，也是不听啊！这几天混杂不断口，是的，他万一追朝贡犯，莫非他？哎呦，我回去看看。我急急忙忙为要做，想当初他不言我贫啊穷，在我来在寒窑中，家无家业了，但你难不懂，莫非他今夜领袍琵琶要插远风，娘子，我梦真穷子穷在摇摇哦摆摆摆摆摇摇出长远风，天你吹风吗？就不要下去，既下去嘛，何必吹风哟？哦，哎，今天出门观察没有观察，反受了一顿议论。哎，身上的衣服都被风去打湿了。哎。我在路上拾了几根芦笋，我不免将菜点起火来，也好将我的衣服烘干。等他醒来，再他理论。君子不得志，反被小人欺。我才得了志，当吃当罢。你这两股石头无常，可要看看我李老爷的厉害。哎呀呀呀！不但小人欺，吹火都要欺。
母亲不靠。乖，这奴才想你到交城一个十日，是倒引起我李老爷的私心来了。我以十日为地，十度队在几度空。啊，都在呀，都在呀，都在。我开口就在，闭口就在。难道李老爷离了这么难事，就不想我了吗？都在。哎，十度之门就不开。满地水气转归来，苏西难解几何冬啊，就用相待，哎，是苦，哎呀，哎，不好，哎，苦哎难也。我饥肠辘辘，冬我难当，还在什么夜壶喝？难保全，是什么有情难保全，为情怎么一说是叫得身上，哎，暖烘烘起来了。哎，我来问你，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七的陆军。陆军？哎呀呀呀，陆军的下体子呢？怎么？你可以盖在我们读书人的身上，增添着我们诗文。哎呀，你不怕冷吗？打仗虽寒而不冷。那你看我，不冷呐、啊。秀才，在书卷外间，你得于外事。切于海南，生人之道，理理不懂。陆军乃是下天之外，怎么
你可以顶在我的头上，争气有之力。你呀、啊，真是啊！这回去替你什么希望呢？希望。香啊！秀才，你去问希望吧。嗯，求气难当。嗯，哪里有什么求气呀、啊？不吉利。哎，请谁子把米做，我也不吉利呢、啊。夸、哎、不用啊。哎呀，你少吃一点嘛。哎哎哎，我宁可清贫，不可受苦。啊，这是什么话？不去就算了啊，算了。哎呀呀呀，这些人也算得了吗？好，我来问你，这前面阳光路，后面呢鸟道岭啊，你也知道哦。谁知道前面是阳大路，后面是鸟道岭，黄岭起毛不能飞，眼看要冲上一星，我你在往西南走。喂，这位希望吗？哎，哪里来的？嗯，他们只有来路啊。啊，哎呀呀，他只有来路啊。哎呀，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枉为相府千金之体，简不知自是大礼。你连吃钱不吃，你倒是我只想吃鸡蛋，还有别样鬼叶子，你把我今年请来你一旦不与动人心，虽然为得要来免有不悦之身，出言不逊。向我父亲批判以来，他从无这等光景。哦，他心中定有难言之处，带我去问个明白。秀才，你为要来不问原因，你有真是讲心呢？我这里不问原因，你那里也只讲心啊？秀才，你从早出门，为得要来帮我冷风一扫地，你就不念为妻为你，神机谁会摸？要听金虎喊，必是迷雾山。哪来？什么？神迷呀？哎呦呦，他倒问我要山要迷呢。嗯，我不能将他轰出窑外。评估足迹，再做道理。嗯，啥的呀？有啊啊，在哪里？在窑外。哎呀呀，你怎么不拿进来呢？这我拉他不动、啊，我帮你去拿。好啊，这走。神秘在哪里？神秘在哪里呀？三问三五米，就是我和你。既无三五米，不该哄回去。哎妈！哎妈子，你我人闷住腰来无聊，我叫你出来。哎，那那那，来看看这些景。哎，看看这些景。哎，看看这。我们处在什么境遇，还有什么心境来观看西京啊？判境可以女缓，并且可以判结、啊、你是什么？
娘子啊，你看路上的好镜子，好镜子啊，你看山上的镜子真好呢。娘子，你看地上的好镜子，no， 你看天上的镜子多好啊。我说了，它是山，我是地，它是天。哎呀，女人有些迷惑。女人，你迷惑些什么呀？我来问你，这大地是冰块，小的呢？草上去，鸡上面是雪花呀，雪花旁边如草美。哎呀，我说是这个，哪个？那这个，哪个呀？哎呀，那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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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个。我到现在尽是为得要呢，为何这样气势汹汹？原来他现在做贼而生你了。我暂且不与他生命，把这个帅就在骑上一起。啊，现在你问在南州女的吗？这南州是谁？是你的呀。是我的。啊，哎，我穿的是绒鞋，这是钉鞋的足迹。秀才岂不闻，长子们兄为用鞋变钉鞋呀、啊！好一个长子们兄为用鞋变钉鞋，那么这小的呢？也是你的，也是我的。这就不得了，一到庄子路，大作变小作。这是为妻我的足迹，是你的。你不得要呢，吃鸭儿子啊？吃了吗？放你呀、啊！放我啊！放我们也不过是要钱要货要住要衣。耶，你看，放啊放啊，放到羊肠炉上去了。为妻一步，放一步，放出羊肠炉。陈王啊，陈王，秀人啊，秀人，秀人，为人在世，见不了三桩大事，这些叫秀人啊。哪三桩？那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那就是这三件。别人只是不敢妄谈。为妻我啊，就见得了。我看你呀、啊，见不了。见得了，见不了，见得了，见不了。想当初，在翠绿之上，跑大彩球，招财不虚。许多王孙公子，鞠躬甚远，我都不中。当时见你在外故人，再把彩球赠送与你，这算不算富贵？不能赢啊！那人呢？想我见你病重，要我回亲，我是死不从。这边想我滚出府来，这算不算为物不能缺牙？小小的身子，小小的身子。贫贱不能移呀，我看你就见不了。那我更能见，见不了。我随你来在欢腰之中，两无隔夜，一无数人。我恩平杀数，平无怨言，见得了吗？这不但能见，而且见得过余了。把你上车一样，你敢言过于粮食啊？四出彩礼，正被用说，不出在你们穷，穷，穷，哎，穷穷穷穷穷什么？受财之亏呀！哈哈，
这是让金的病就暗中一时不服，我在一旦高中天下扬名，那是因为斩我的母亲，羞杀的母亲，还要一人一呀，你呀、啊，你这个千金小姐啊，秀才杀得高中，也不忘为妻神计罪过，死苦换心啊！爱孟真是功名是朝廷，我看你呀、啊，你没有福气做夫人啊！哎，不忙哪里去？夫人要进去呢。不忙，这捉鸡之事已平。哦，这菜是算平，平不了。烧啊，烧不行。洗呢？哎呀，洗不了。那是拔了，拔了。你拔我不拔，我对你说，今天平得了足迹，你就紧要紧我；要是平不了足迹，你宁死休见我面。我看你呀，你呀，连钢筋都不要了。哎呀，不要把这个孙秀才气完了，等我进去与他声明了吧。哎呀！哎呀，你当人啊！你当人啊！你当人啊！你要当人啊！哎呦，好好好，你要当人，好，好，我今天要当人了。哎呀！两口子当家，你这啥姑不管哎！哎，你放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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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打，你打，你打，你打！好了好了，算了吧，算了吧。哼，现在。你要打谁呀？我要打穿钉鞋的。哎呀，秀才呀！女兵女婿，为什么乱穿你呀、啊？他怒气冲冲不肯了，一碗洗碗不再丢，跟营捉鸡起不牢，西北呀，你本子多数亲人把呀是我家的夫妻说了半天话，这这句话在中听啊？为妻哪一句话不中听呢？那，你呀，真抬举不起，不中听，不中听，不中听。哎呀，我真要与他说明，他本是这样凶狠。我还要气他一气。现在展开去，到哪里去啊？你管我不长。我都管他不着了你，哎，我不是你出去，哎，不是你出去，哎，穿钉鞋的呀，你明天来不要穿钉鞋来，你穿泳鞋来嘛，免得我家秀才要凭作证，让他来一个找骂不分啊，什么找骂不分啊啊，什么找骂不分啊，啊哈哈。哎，穿钉鞋的，你来，你要是再来，我就当当你的狗腿。哎，你来，你来，你来，不气死了。我不要做人了、啊、秀才你要做什么呀我要死了你拿的什么刀啊
是滚子呗、啊、滚子哎呦你啊去去去去去去愿与爱女心偷偷明人送人礼你为要来不问青龙与朝拜把这言语上为妻你王位之事在礼拜红门守在将人气展柜自从他到要来我与他相敬奔相总算是十步冲击一波浪他从不半天人与会他真为主才这种事只怪我你心心安慰这正是以孝的之心度君子之福哎呀呀，这些事实在有点说不过去，说不过去。哎，像我娘子平日十分温良严守，只要我上殿拜过礼，定做夫子了。娘子，不要生气。娘子被人出言冒犯娘子是个宽宏大量之人只要把话儿讲明了定然无事了、啊、娘子那被人与你这项有力量是是是能当作儿媳的呀、是啊是啊是啊是逼动人心，逼动人心呀、啊！哎，我岂能轻轻做个揖就罢了吗？我非要下不转力不苦啊！娘子，不要生气，那辈人与你这相有。力量，娘子，还是需要三思，下次不可超次。是是是。我到长务端呐。望江死无悲，漫天永无山啊！一代偏不弃，哎，我这是一代没夫妻。既是没夫妻，你就不得动车惜你的了。陈平生命所能不顾，故人该满，算我大意。秀才你怎么了娘子我的不中继母了在外妻替你人问希望呢、多谢娘子多谢娘子
哎呀，已经冷了呀、哎！不要紧，不要紧，冷着冷吧，我都能吃，我都能吃。冷言冷语是人心啊，娘子，你又来了。嗯。妈，我还要问你几句话呢。什么话呀？你刚才为要之时，我见你机缘难当，与你成了一位戏文嘞。你讲了许多话，你还记得不记得？什么话呀？吃了再说。妈，你说秋气难当，何为秋气难当啊？这。那娘子，你听错了。那我是这样讲的：今天出门观察的是风雪人大，满天有雾。哎呀，我说今天雾气难当。那娘子这碗鸡饭吃得这样好，这样香，无求之忧啊，雾气难当啊，雾气难当。妈，你是不吉人。谁不吉人呢？那你又听错了。我是这样说的：今天出门的时候路滑得很，我在路上绊了一跤，那身上惹了一身烂污泥。那我说我的手不吉人，并没说你不吉人。还有块不用，五万块不用啊。那我是这样说的。我见娘子这碗稀饭吃得这样好，这样香，我想端过来寻哈，来一股神灵日下。筷子可以不用，筷子可以不用。妈，这几句话我都不起，唯有两句话我是最起的。是什么话呀？你是宁可请兵，不可说服。谁请兵？谁说服？这。那娘子你又听错了，我是这样说的：我见娘子用人欺瞒的事已举止慌张，我只怕你把这砂锅要当破了，所以叫你只可轻敌，不可戳破。真人之道，非礼非言，有什么轻兵呀，说不假。秀才，你今日前去观赛，当七当八，对你是何啊？哎，不得当七当八，倒也罢了。提起当七当八，我的气就涌上来了。平日先命中又吃饭，今天先吃饭又命中，梦中去世一场空。那当七当八，二人围炉烤火，见了我不理不睬。哎呀，娘子啊，我的腹中饥饿难当，我就心生一计呀、啊！你心生何计呀？我将身上衣服撕下一块，丢在火里，他二人围着不去。一个说：“哎，师弟啊，你的衣服烧着了。”一个说：“哎。”师兄啊，你的衣服烧着了。他二人刚一起身，我就得是树上呼噜，靠他一个霸王虎啊！师姐呀，只有你手在才想得出哟。他们的计比我万样厉害。那当七十，哎，师弟啊，今天李老爷来了半天，你为什么不替他倒杯茶来啊？这是他们在尊敬你呀、啊，尊敬。那当饭倒了一大碗的茶，找不到，吃不到，刚刚去到葫芦旁边，他的扑冲一声，哎呀，倒了，倒了，哎呀，碗倒了，谁家倒的茶哪里问别碗呀？洗碗倒了，好，哎呀，洗碗倒了，洗碗倒了，洗碗倒了，里面还有米呢，啊，有米呀、啊，哎哎，有米，有米，有米，米呀、啊。真是，哎，哎呀，好迷呀、啊，好迷呀、啊，哎，好迷呀、啊。
好命好命啊。